这边叫做王家大院，那我带各位进去看一下，用做馒头来传爱心，做花生糖来传爱心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家大院的馒头传爱啊。可以看到哈，泰山乡公园路51号，这边就是我们进去哦。各位可以看到哈，这里是我们泰山的王家大院，是我们王业会王代表的老家。那现在看到所有的志工在这边，这是刚才出来热腾腾的馒头，经过大家把它摊开来吹冷，然后要打包做爱心义卖。啊，这些志工好朋友哈，一大早6点多就来了，还有专业的分组。这边是蒸煮的哈，蒸煮的。叶文姐先打个招呼，来，这是我们理事长，大家打个招呼。来，这馒头传爱。我今日来吃馒头，还要买馒头。啊，哦，这些大哥哈，来，谢谢大家。你看，都是志工，这是刚刚出炉的啊，刚刚出炉的，然后要把它摊开来，让它冷却。冷却的目的是包装，还有不会发霉，应该没有水汽，对不对？哈，这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测试，很专业的蒸炉哈，连温度哈都很专业。啊，这可以出炉了。这是自己开发的，外面没有听过姜味馒头。电视，来，各位大哥挥挥手，我帮你们记录一下啊。哇呀，各位看到哈，来，大姐谢谢。很专业，真的很专业。来，在这里哈，从那里虽然是机器，但是完全是用人在顾的哈。然后完了以后，到这里来，还要这边要整形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要整形了哈，要整形。然后等会会看得到，等会会看得到。不简单啊，这是很专业啊。看到这个，我好像想到我们当兵一样，要出公差。这一个。这里面是蒸汽，哦，看一下 ，Hello， 你好，在这边有个隔水哈，一个水，你看这边一个水盆哈，这就是保持这个面包的馒头表面的湿润，蒸起来，刚才叶慧姐说才会跟女孩子皮肤一样 Q弹哈，这一整间房间里面当做一个蒸汽室哈，好，这很多年以前了哈，有负责调配的，大概这有没有分高筋低筋？这是中筋，是不用自己配吗？还是买来就是中筋？哦，买来就是中筋哦。所以大家有爱心支援，也可以捐赠面粉，捐赠原料是很实在哈、哦。不见得来一买馒头，也可以来捐面粉啦。捐面粉，我们帮他的爱心做成馒头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个爱心大家做。那个一人不要捐太少，要捐一次要捐100包。啊、哦。这个有录影存证哦，大家有听到哦，要来帮忙支援哦，要让更多人看到大家的爱心了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我来把它记录下来哦，我帮你们做个记录哦。每一个人都笑嘻嘻的，你看，充满爱，你看。快乐志工哈，快乐志工，啊。这里的志工要为大家做爱心，姜啊，姜汁的哈，哦，所以这个是最刚刚出炉的哈，对，我有闻到，六，那你来先到，帮忙多久了？做志工我们十几年了，十几年了哈，对，做十几年了。叶会代表的时候就做爱心了，到现在，很棒哈，谢谢，不错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这个很难得看到这样的画面哈，就是每一个志工来到这里哈，这边原本是一个荒废的老宅，那叶会姐哈，把他们的老家哈整理起来以后，让这么多的志工在这边做爱心哈。我很多年前来过一趟。但是当时人没有这么多，那今天来到这里哦，陆陆续续志工一直来哈，一早到现在，所以我觉得很感动，特别来学习。那我们太棒了。
各位，现在这就是我们的理事长哈，跟我们的志工哈。那叶慧姐很有爱心啊，她这样子长时间的，包括帮大家做馒头义卖，还有做花生糖哈。那我认识叶慧姐，她代表期间就认识了，非常一家子都很有爱心，所以今天我特别来学习啊。好，进来一点 ，OK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勾扎米了哈。对。先看汤料。对啊。倒料。对啊。十包好了哈。那个赖兰哦，一人要买十包馒头。先拿十包给他。什么口味都可以，混的都可以。好，人家我们这位阿姨说80岁了，你看，人家80岁在家里等服务，你出来服务人家，所以你是幸福，你是健康，对吧？啊，谢谢你。啊，谢谢谢谢，最健康最幸福的阿姨哈。来，你跟六姐，来六姐，一边溜一边。哦。你不要让他弹出去，然后再弹。笑嘻嘻的，我现在所在位置在泰山哈，我们这个爱心的志工协会哈，那每一个志工，你看大家一起在动手做哈，自己做馒头，然后这个用馒头做爱心。我今天特别来简单做个记录，要让他们做学习，希望这种传承爱的概念能够延续下去啊。各位，谢谢大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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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啊。谢谢谢谢大家，阿姨好，谢谢啊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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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是我们买的十包馒头哈，一包不到几个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买了十包馒头啊，来这个共襄盛举哈，等会来去请我们的志工好朋友品尝一下，志工做的馒头请志工哈，很有意义啊，这个每一个爱心啊，透过馒头来传承。